有就是骚扰能力，不管是虫群的毒、击球手的球、看他的磁铁，对吧？对，你永远是给你起不了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追击节奏，对吧？就是你光想象的那些道具啊，铺天盖地的砸过来，你就会觉得很难去进行追击了。是的啊，这块是选择了一个朝下的一个梯形阵容，帮辅助一波，然后再往大房这边跑。没错。击球手这手 OB 的话其实算是保护他，就是相当于让他第一个撞脸。对，相当是的是的，除非对自己足够自信。哦，张狂挽留。对，求生者方是两个飞轮，张狂挽留带闪现的记录员。张狂记录员其实是比较少见的，非常少见，非常少见，太少见了。他这个张狂我觉得有点像什么，有点像是为了吃那个耐受力啊、为了吃出那个三点耐受力出来那种感觉。是，那看一下这里钢弹员绕了一圈，确实耐受力多点一些也不错，因为这个阵容确实是对三个角色都是吃耐受力的。对，来一波一个磁铁，这个距离把控看一下。哎，他刚才应该是记了自己一个翻船动作了，但这边是提前给了一波晕，没错，就没办法交出来。他的西利亚应该是开局就给自己记了个翻船的。现在第二个磁铁，这个拉点的位置不算很好啊，先交一个记录。哎，这是双重记录啊，啊，这看一下密码机。这话这个板子不能下的，下的话就会秒台。对，西利亚这里感觉有点太谨慎了，对，他不敢直接过板。哎，这块堵到了个砸头。对，就我觉得打记录员这种时候就不应该再有那种回退来回博弈，你要么就抽刀，要么过板刀。对，来了，都来了，虫群也来了，击球手也来了，压力直接给满。那这一波虫子扛两刀，感觉勘探员可以上楼了。对，往外绕，记录了一个下板。这个板子其实现在不太敢交磁铁，我觉得刚才哇，飞轮直接进板，闪现抢了一刀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应该是要去找找队友了，自己磁铁有点续不上。但这边是给到吸到一个磁铁，那这话还能再一波小晕。闪现开刀的话，对于西利亚来说拿了，对，不算很舒服。哇，这样的话是找了模型一个短晕，这边翻床卡了一波，但是击球手已经到了，默默一波击退，这一波哇，配合打起来了。是的，很自信啊，他这个预判球。但这边要赶紧带走，不要干扰到佣兵。那第二球没有好的位置交，又一个封是记录，记了一个翻窗的动作，把窗给你封上。对，这块因为开出一阶是有一个封点，是这里想利用这根杆子挡一下，怎么说疯狂切短晕反击。这里应该是牵制不动了，牵制不过来了。对，看这个板子啊，搏只能搏着砸头。对，西利亚好喜欢在板子面前后退进行反绕啊，哇，大蓄力，但是这个球第一时间到了，很准时，也没有先踩个球。是，这话甚至要考虑帮扛一刀。那可以勘探员再次转走，前面的窗已经解封。对，那这样换密码机要冲到三台多去了呀，利用一个板弹往外拉。他现在有点应接不暇了，为什么呢？是求生者这边提前让击球手过来打团了，导致说这个人如果说你不用记录去追击的话更难追。对，那你外面密码机就管不到了。那你用记录去追的话，击球手在旁边交球你也记录不到什么好东西。对啊，然后同时外面密码机你也管不到了，你就变成了个走地流了。前面再抢一波窗，这应该是牵制不动了吧，应该要倒地了。对，但是击球手还在不走，可以再牵制一波。为什么呢？就你闪现开刀的呀。对，因为你闪现交过了呀，你闪现开刀以后这个人真能举吗？哇，极限。是的，再开一个爆发，二阶了。其实很舒服啊，他这个击球手在这硬保，外面两个人你干扰不了他。对，就这个球是被判掉了的呀。哦，还有一个飞轮，哇，容错率，这飞轮真的增加了求生者太多容错率了，太多了容错率了。对，现在四台密码机人刚上挂，是，这才是个一挂的勘探呀。对，你关键是什么？勘探下来还有二六啊。击球手这个节奏保得太好了，是的，球都不捡了，赶紧回去救命。我觉得 FCN 他这一把打这个记录员这个思路太有点教科书了，我觉得是的是的。这西利亚真的没有强迫症吗？左边一个球他真不踩。他觉得说踩了球的话直接交互换无伤救了。哦，刚看到，刚看到踩了还是踩掉了。那穷者方看到只剩下最后一台整的密码机，是要进行一波调整吗？让击球手再过来一下。这里应该是要把闪现逼出来了。哎呦，这是个大晕了，比较远的距离。对，前面还可以再利用这个磁铁，我直接交闪。交闪，但是一个飞轮，飞轮还好，这个头没砸到。是的，而且刚才也没有记录，啥也没有。对，这个头如果再砸到的话，真的是裂开啊。哎，那还好是至少没有拖出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。但是击球手又来了。不过他没球。最后才密码机这一会儿的话，应该是挂不回去，但是得两人合修了。是第二次，就看最后这一手第二次能不能守出点奇迹来了。
哎呦，这是让一个半状态的击手贴过来吗？我觉得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吗？可是两个人一起过来的话，密码机怎么办呢？对啊，密码机不动了呀。对，比较理想的还是得两个人去抢最后一台密码机的。还真是过来打个团。对呀、那你这样的话，密码机是有可能是不走的呀。击球手是想保，他想让昆虫把人给捞出来，但昆虫没有化险为夷啊。对啊，那这样的话，你要不就不过两个人现在都走的。哎，我觉得你不如修呢，就把昆虫这个我觉得就是沟通的问题了吧。对啊，你前面打这么好，击球手在二楼卡着耳鸣，你昆虫过来干什么呀？对，就是感觉这战术安排的有点不彻底，就是什么呢？两个人都想过来打，结果这个人你们觉得最后选择卖了，那万密码机你是一直被封着的，你到这一环整个二挂地下室授权密码机相当于没动，那击球手也没去调整。对，现在终于可以找昆虫调整一下了。我觉得刚才击球手出去他就可以找昆虫调整啊、就是那波手椅的时候，现在刚好过来保，现在找到人以后击球手不一定能摸起来，52%的一个、有点危险了，那就怕四散而逃。是的，那赶紧吧，昆虫赶紧回去找佣兵一起调整。哇，这但是外面佣兵这个密码机动都不给你动啊。不过还行，因为现在没有闪现，不过击球手还有两个球应该是能牵制挺久的。是，这里要不要进入一个提板吧，你就等一下用。对，现在跟一手记录有点跟不上。这昆虫还不去帮忙修吗？这佣兵一个人怎么修？他们是想选择多修一台吗？就是选择让击球手带开、然后昆虫再多修一台。对，那就他们这种方法是，就是就算那边被记录了，我收慢了也没事。是，对，选择更稳的。但是我觉得他们当时那波卖人，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？有点没沟通好。对，有点可惜了。就他们你要不卖的就彻底一点，对吧？是。这一波西利亚是打算回去管一下三年的球先踩掉回来管，那波子这边再看一眼再给入。对，然后另外一边塞利这密码机现在可以暂时解放出来，这开门战感觉对西利亚来说就血赚了。对，本来是很怕的一个，很有可能是一个个人开门战的，我感觉。对，那现在打着打着开门战我有技能在，对吧？对，虽然说没有底牌，但是有更多的可能，有挽留。我击球手还在绕，但是身上已经没有道具了，所以感觉不能牵制多久了。密码机外围还是两台在抖，不过还好昆虫那一台 Sally 的比较快，这里的话要闪现击倒吗？闪现空了，飞轮 没有关系，没有交出来这个飞轮，没有交出来。他是想留着开门战吗？这个飞轮？那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啊？你这一波人挂上之后，密码机压好，但是有没有可能会被封到一波啊？而且有可能会被启动啊。看一下吧，只要记不到就可以。是。他前面其实是有记录的，有记录佣兵，不知道有没有交出去。现在先把这个窗，这个文草纲目一下，先把这个窗给翻掉。唐人街保留节目。这里佣兵过来救人，哎，那边是强行开了一下，开到99，是想差了一点点正向开，好像。对，这里如果正向开的话，佣兵是救不下来人的。对，先拿一刀。好，拿刀。要直接通电吗？再不通的话，那边收回来你就没了。直接亮了，直接亮。哎呦，被收了，他那边被收到了，是应该是进入到了吗？哎，为什么不开呢？是离密码机，要换位。哦，他还想让别人贴个门吗？就想把这个，但是这样的话风险很大呀，我觉得。对，当时昆虫应该是没有碰密码机，没有被封住的。这是开了还是？这个是帮开的吗？不像啊。这也是不是密码机压太死了，刚想上去，但是有没有可能他是能看得到进度的呢？就对啊，这波我感觉给我们都看不会了。那现在看一下，继续追击，这把有机会三抓甚至四抓，因为那边门口是不太好点的。现在这个门你首先点不开，椅子上一个人再追一个人。对啊，这再防一手，直接一个记录记上来了。那边刚发了一个1%就被记录到了。这现在感觉可以继续管管这个昆虫。哎，因为他那边是有一个击球手的位置的。对，然后 Sally 那边被赶得比较远嘛，所以说也确定椅子上的这个佣兵是救不了的。对，是。然后面前这个摸摸击球手又是没有球的一个状态，这把看这个追像三抓节奏。三抓肯定有了，现在因为他其实是没有底牌的嘛，所以闪现留住看能不能他闪现击倒。然后继续管门，对，然后不停的管门，其实是有机会四的。对，现在那边的门口被退的一点都没有了，还在被封。对，这里再交一个，有又记录到了。
痛苦，这个门完全没长，挽留都要脱没了。嗯。哦呦，闪，直接交闪，闪现进去。飞轮还有五秒钟，这门到现在还是零，但是能交出来吗？这个飞，哦，还行。哦，他把博弈了一波，对他把技术条柱给了蜘蛛手，那这样的话，外面这个门可以应该可以点。啊，飞轮，但是没有飞出去。Celia这个门应该是来不及的。他对他对蜘蛛员的这个蓄力刀的一个刀气的长度把握还是比较准的。是的。我感觉默默刚才飞轮飞得有点歪，他没有纯直线，好像就往左边靠了一点点，就还是急了嘛。他可能觉得是预判的这个飞轮是按照你平 A 刀来算的，结果他打了这个蓄力。现在可以拖昆虫，可以拖到挽留结束，嗯，挽留已经结束了。狮子楼的地窖，跳狮子楼的地窖，对，就不要出现了。这比较思路比较稳的话，我感觉还是跳地窖算了。嗯，然后把这个人给卖了，对，手里还是有点虫群的，可以帮忙辅助一波。因为首先这个门你肯定是点不开了嘛。对。这把给到西利亚这个记录员，这个就真有点没想到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一把本来按理说应该是西利亚记录员这把裂开的局，是，但最后一个地下室反而是让自己给把节奏给挣回来了。是的，是的。然后看一下，这一话也不给你任何机会，反正就我就是走平地稳稳跳地窖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那算是说是 BP 画面啊，这边应该也是锁定了这个记录员了。嗯，没错，就看一下这把。木星能拿到什么样的一个得分吧？这个阵容，你说蜘蛛员好打吧？对，说实话不太好打，没那么好打，没那么好打，跟前上一把有很多很像的地方。嗯，是的，是的。看一下选点啊，哦，这个选或者说三连，对，把刘才他留在这个酒店半场三连是有说法的。对，对于他们来说，飞轮，哦，哇，三飞轮。这个其实我之前觉得可能会双男多一点，没想到这么多飞轮。是，我觉得日本赛区的选手飞轮用的真的很好，他们也是对自己的飞轮有很大的自信，对，而且才会这样进行反应也是非常快的。是的，这果然是开局直接是来到大房右手边。哎，不过这边是在预判 Sora 的一个拉点的方向，嗯，Sora 是选择直接上二楼了。对，我觉得正常人都不会离开这栋二楼的。哎呦，但是木星这边是犹豫了一下，这两边都没看到脚印，不太放心。是的，但是楼上的爆点应该是有声音的。嗯，啊，这我看到了。这里为什么会下这个板呢？我有点没想到，这下这个板不是给他一个给木星一个白白记录的机会吗？下面的板也下掉，直接进行一个板弹，板子有点早了。对，那踢掉吧，直接踢掉了。其实楼上那个板子是没有必要那么快踢的。那个板子不拍的话，说不定还不爆点。那么快板，那么快下的，对对对对。这里有没有拉近到一个？那这里要交磁铁了。是的。一直没有身位给他上那个。哎，不过这个地方你提前反绕下来的话，可以上二楼啊。对。跳一波，哦，选择往外围走，让虫群过来辅助，那打一刀虫，哎，这个地方拦不住了，虫子也是直接收。你这样往中场转的话，可能干扰大副，先干扰大副，但大副这边反正头铁修不怕。是的，他也无所谓，他这个距离，这个身位拉得太远了。对，他最终的目的地是要直接转一个整场一个对角线大点去查铺那边嘛。嗯，直接带到小房。狮子楼先玩一圈。是。现在手里已经两个磁铁了。这个磁铁太舒服了呀！记录一下，记录一个翻窗，知道翻窗了，再重新过来，闪现开刀，是的，重新帮推一波，稍微推开一波，这第二刀感觉很难拿呀，还是回二楼，再次进到大房，不过好消息是大房两块板都没了，是，这里直接准备交磁铁，先晕一波，这里话看能不能吸一个上下，对，哦，稍微有点开，那前面，哎，前面不好吸了，对。前面那个距离不算远了，这里可以吸个上下，对，侧面，不过这边是个短晕。哎，东西这里是交了一个啥呀？他是把前面他那个翻窗的那个交了。对，感觉有点着急了，他这翻窗交在这里不是挺好的吗？再来一个磁铁，前面又要吸晕一波，最关键是哇，这是个大晕了，这要再回二楼。Sora 的飞轮都还没有逼出来，牵制的很难受了，这样话冲到三台半去了已经。是。哎，跟丢脚印了还，还有点是没有看清楚脚印，是直接预判你要上楼了。对，这边再来一个磁铁，而且他这里想再次封一个窗，这个地方应该是能够吸一波很久的。而且木星好像很执着，他刚才审阅了台密码机，看了两三波了，好像都没人。一直在往小房看，根本没人修。现在密码机直接要舞台了，我觉得。对啊。哇，带了一手封窗，有点尴尬。现在。感觉倒地密码机要够了，差不多，他还有一个飞轮用掉以后，下一个磁铁又好了。是，看这个飞轮了，这就闪现开刀的一个坏处，要赌这个砸头，直接是头铁过板。是，因为你是头上顶着这个记录条数跟记录员去博一板子，你只能赌这砸头。没错，而且你在被他记录的时候，交互速度也会稍微慢一点。对，现在密码机应该是依旧就足够了。
而且甚至大房大夫还多开了一台。看一下就开门战怎么打吧。哦，不过这边求生者也非常稳 ，Scars 是选择外面先多修一台，摸了三十，对，准备让杂技来救一波。大副也过来，他们这边可以省一个大副的化险为夷，我觉得。嗯，而且把那个回退是交到了大副那台泥瓦机，交一个土球。哎呦，这刀没打到，那就比较难受了。泥瓦机感觉能压好了。是，开门再要追杂技吗？一个过半刀。前面应该是要倒地了，想赌砸头直接亮，但直接头解过板，那还是得直接亮。是的，手里这边闪现马上好。现在看一下，应该是哇，门是直接贴上去了。对，而且他沈月看的位置，哎呦，闪现预判了。对，哇，太急了。讲个鬼故事，木星还没开二阶，那边的门马上要开掉了。这个记录还是给到了杂技，那门怎么办？门已经开了，手里还有球，虫子能不能过来？虫子能不能过来？差一点点。虫子没到，但是有化险为夷，大副有化险为夷是可以稳救这个杂技的。往远了挂，只能往远了挂了。那两个门都在点呀，你再远能远到哪去？这个门感觉也是有机会的。这个场离两边门好像都有点近。是的，熊子要真四跑了。要了。而且这里记录了一个出刀。对，因为你是个一挂的杂技。嗯。这个挽留时间卡直线是能拖到的。是的，他甚至不用卡呀。对。他只要大副摇表过来就是。哦，打到吗？没打到，没打到，那完了。而且昆虫直接进行一个推，坏了。杂技手上是有动，是有球的，是，就看这个球怎么交吧。哇，那这样的话，拿一刀应该是能完成一个四跑，没有说法了。是的，哇，前面交一个球，我直接出门四跑。你知道这一把，其实我觉得木星他遇到的一个问题，其实跟 Celia 前期的很像，是，区别就是 Celia 前面。